造假支票$260变$2,600。喺足智双雄里面，里安纳杜迪卡比奥最叻就系伪造支票，专呃银行钱。估唔到台湾桃园都有个女版里安纳杜，30岁嘅王家卫冇钱找卡数，揾哥哥借钱，哥哥冇俾现金佢，只系俾咗张保险公司嘅退款支票叫佢银行提款，但系银码就由$996新台币变咗$9,960，连银行职员都睇唔出支票系伪造。做噶，俾王家卫提走咗900万，即系260几万港纸。之后银行发现支票有问题，打电话报警。警方拉住王家卫，但系只系揾翻27万港纸，而佢哥哥已经潜逃翻大陆啦。因为修改支票嘅手法精细，警方怀疑有犯罪集团喺幕后策划。